c o c o 早餐实 <'s> 时,时入扣，实时,时入扣哈、啊！今天的林家昌居然穿了衣服，是穿了一个嗯、呃、外套，然后又放围巾哎、啊，难得今天真的很冷吗？对啊，早上起来的时候、嗯、舍不得离开今天很潮湿是真的，<以>今天应该湿度很高。So I have a running nose。嗯。 Running nose，然后你的你的那个 nose 就会去 running，嗯，这 <laughs> 去慢跑好、啊重，多喝水哈 <laughs>、啊。好，<的>今天所以今天你就要去吃锅锅喽。呃，这几个礼拜其实加上做了几去了几个地方，吃了几间餐厅，感受都很好。但是这个天气呢，我想来想去，还是跟各位好朋友分享一下一些热腾腾的东西。嗯、我先简短报告一下，我这个周末去了台中。嗯，今年的 Simple Life 简单生活节在台中举行。 嗯，很有趣。四天的一个节目里面完全免费，那他举办的地点在台中市议会跟市政府中间的那个市民广场。嗯，那非常有趣的是，台中第一次迎接这么大的盛会，呃。 呃，简单生活节其实特色就是把许多手做的东西、许多有设计这个系列感的产品，嗯、通通集合在一起，嗯、然后再结合这个终止娱乐他们最擅长的音乐性的节目。 贯穿整个主轴，所以在那几天，台中是充满了青春的活力，还有音乐的那种色彩，嗯、所以让整个台中市是呃非常不同的气氛。而且那几天的台中天气非常的好，对呀、啊。那所以这次去台中，同时也去了一间新开的餐厅，就是过去大昌酒和的陈伟强师傅。 到台中去，嗯啊、呃，结合在地的星野集团，就是卖铜锣烧的这个星野曲老板，嗯，开了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顶级港式餐厅，叫做雨月楼。 哦，是哦，对，非常的漂亮，餐饮也非常啊。雨是参与的雨，但是它是简体字啊。月是月亮的月，但是旁边有斜玉旁。嗯，雨月楼。嗯，雨月楼是好像大陆连续剧的名字啊。现在因为什么《琅琊榜》啊，《芈月传》啊，就是类似那样子的一种呃文绉绉的气息，然后。 呃，配合台中，因为这个地价比较便宜，所以他们的这个厂子都办的挺大的。哦，对。然后装潢很漂亮，餐饮也在陈伟强师傅的带领之下，提供出顶级的一个特色。陈伟强是以前中餐厅的吗？桃花林就桃花林的。对。现在桃花林不是也有新的师傅来了吗？啊，当然啦，因为他离开了嘛，哦、所以就是这样、哦、一棒接一棒。陈伟强台湾人？啊、呃，他是香港人，哦、但是他在新加坡成名。哦，他是新加坡世纪的中餐、嗯、所以现在台中除了乐慕、颜值华什么？ 金东山招待所，金月,轩金月轩，还有雨月楼。月楼对，这两个金月轩、雨月楼听起来好像是要穿起跑去的地方。<laughs> 那金月轩其实是澳门的一个顶级的餐饮的一个。 呃，延伸过来的，就是里面的团队到台湾来的创业代表作，嗯，做的非常好。爱饭团那个啊，Cindy 应该拿给他排一个，有他们两夜三天，然后台中吃不完了。这这几家还也很难订啊，是啊，真的。你看还好，我那天台中本来要吃乐木，后来因为来不及也没吃了。好嘎仔，就去了两场。然后在这个礼拜，加上在台北也去了一间新的餐厅。 那就是今天准备这个资料的一个起源，就是在天目，我曾经跟各位介绍过的一个顶级，我认为最有历史意义而且更加长交情也很好的一个金鹏莱餐厅、哦。他们现在有锅、啊。是的。给你吗？他开了一个。哇。自己一路以来，<哇>不论是创新研发，还有这整个、啊、呃自己喜爱的口味，就像是招待朋友一样的一种风格，叫做中锅物。嗯、在哪里啊？就在金鹏莱的旁边。 就是天母东路的那一家，对他就是把旁边那一栋又租下来，啊、哦，像别墅一样对对对对对对，嗯、然后就是变成一个非常有连贯性的一个呃主题性的、嗯、<哼>呃餐厅的一个连但是北头的蓬莱还在吗？北头的蓬莱在，嗯、然后中山北路的新蓬莱都他们家族的，也都在，嗯、都是陈家的。不过金蓬莱的那个。 排骨酥真的很好吃，<laughs> 这么大一颗，可是我都可以吃完。<laughs> 他们其实一直在与时俱进。啊、呃，对，他的菜比较有创创新对对，那这一次我带了香港的朋友一起去，嗯、那陈老板也是我的好兄弟，自然端出他的拿手菜来。嗯，除了本来的这些台菜之外，嗯、他还让我们试了他新即将开幕这个中锅物的汤头，这是。还有他自己做的沙茶酱。 拜托，现在做购物的餐厅有那么多，它怎么样突出它的特色？然后它又代表金鹏来，又有台湾特色，你会不会有一点？coco、啊、姐有没有一点点怀念我们年轻时候品尝过的沙茶火锅？嗯，石头火锅啦，西门町就有一家，就是会用热热的油先拌炒那些肉类、嗯、洋葱，还有那些辛香料，嗯、炒出香气之后。 然后再倒入、嗯、高汤，嗯、然后开始，对<底>对对对对，对它就是回归到那种原始的做法。哦，好的哈，那这是。 中国舞已经开开始了啊，还没开，还没开，就是提醒大家，因为这就是我这一次想说，哎，对，这个种天气还是火锅最能够疗愈人心了。在金鹏来的中国中国舞吃锅，那就不能吃他们的台菜哦，也可以端过来哦，所以你也可以米粉倒进去是还有一边吃排骨酥，一边吃他精选的伊比利猪，他的牛小排，他都。 提供非常，因为现在人其实，我认为大家食量都缩小了，但是就是越吃越精致。对呀，好，所以今天要介绍中呃锅物锅物，哎，那个《史记鸳鸯锅》在我们家那个安河路口，就是在那个很奇怪那个嗯，那间店换了好几手了。不过你是旁边的咖啡黑厅也换了，对。他本来生意不错，然后那个《史记鸳鸯火锅》那边换了好几手。而且现在鸳鸯火锅很有趣，扣酒走进去嘛。 嗯，他需要绕一大圈。他在后面嘛，他的對對對對门在后面。嗯、对，那其实他生意很好哎、欸，呃、应该比意大利餐厅好。很奇怪，没错<錯>。我们家邻居不爱吃意大因为他被 Solo b a s t a 给抢走了。而且我自己觉得，锅物这个东西在台湾其实是一个嗯呃嗯呃始终的主流啦。哦。还有一个好处是因为招商自己有投资一些餐厅，嗯、或者是在饭店的时候，呃，毕竟这些专业人士的管理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。 Oh. Mm. 火锅是少数，比较容易管理。对对，因为你只要把食材管控好，你不要把锅给烫到人家就好了。对对对然后把服务做好，但是你对，因为你自己可以想象那些中餐厅，它那个技巧性很高嘛，还要主厨、主厨、二厨、助厨，这些都是一个一连串的一些人士。对啊，所以非常有趣。所以你知道，因为我们家那个巷口那边的餐厅常常变化，我都为他们祈祷。所以那个四季来的时候，小玉好这个看起来，而且鸳鸯两。 字我觉得对那一那一代都是非常有吉祥的名字。<laughs> 是，哦这个嗯，由中国舞，这个金鹏来新开的这个呃购物店来开始讲到天气很冷之后，我们当然就是要讲嗯这个火锅喽，对不对？没错的。好，你要进广告，等一下完整的讲还是要先讲？好啊，那我讲。待会把沙茶火锅，还有现在跟大家讲海鲜类的锅物也都非常受欢迎。冬天吃海鲜啊，会不会觉得？ 不够热，够本来是这样想，可是后来其实就像吃寿司一样，冬天的鱼虾蟹才是最肥美的时候。哦，真的，哦，在海里面可以活到冬天，它过冬，所以就是要累积油脂，所以他们其实这个时候的口感是最好的、哦。嗯，人类好狠哦！七点四十一分二十、哦、秒，马上回来。等一下，这个林江昌要要擤鼻涕完了以后就回来，<laughs> 因为他刚才有个 running nose。 欢迎收听 Coco 早餐。时间是七点四十六分十七秒。好，我们赶快把这个现场交回给美食专家林家昌，告诉我们。Hello，对啊，这一次我们先从沙茶火锅谈起。嗯、因为其实从清香。 西门町的那几间老店，嗯，然后在中和的麒麟阁，嗯，信义路的原乡，嗯，然后还有红楼东家这个老店，在东区，中校敦化也开了新店了，嗯，那这些大家其实特别，我昨天在写这个资料的时候，跟爸爸妈妈在聊天，啊，他们就说，其实对他们而言，这些都是听，呃，都是听过的，甚至都去过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对他们而言就会非常的有情感。 那回头来，其实这几年这些呃有历史性的店，陆陆续续也都在新的发展。呃，我们先从信义路的原香开始谈起啊，在大安森林公园正对面，它这几年强调就是用台湾的本土牛，嗯，比台南那些店都其实更早啊。那提供的肉类其实肉品是非常有水准的，嗯。那当然那些锅呃菇呃这个饺类啦丸类啊，也都有挺有水准的，嗯。那原香因为店面也不大。 二楼呃，一楼跟地下室加起来也才几桌而已，嗯、<哼>每天总是高朋满座，特别是这样冷飕飕的天气，嗯、<哼>所以大家去吃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先定位。<對>那中和的麒麟阁这几年成为香港、澳门朋友来的时候几乎都会去朝圣的，嗯、因为好几个旅游节目都去拍了。嗯，那他的沙茶酱，每一间这几间的沙茶都是自己做的。嗯，那麒麟阁有一个另外的一个 bonus 就是它的炸物很有名，嗯、<哼>炸旗鱼、炸鸡翅。嗯。 所以它也是一间，呃，我认为可以合家去的。它的位置比较多，但是它的地点在新北市，大家也都可以去品尝一下麒麟阁。然后清香跟老西门还有红楼东家，其实就是扣扣姐刚刚提到的西门町那几间老店的一个分开枝散叶。嗯，那他们也都非常的有水准。 那我认为这些，呃，如果是听众朋友们自己带小朋友去品尝，延续着这样子火锅的一个很有趣的历史典故之外，那带着自己的父母亲、自己的家人去品尝这样子的美味，也绝对是一个最好最好的一个阖家欢乐的时间。嗯，那今天还要讲的两间新的店，除了刚刚在天母金鹏来的中国屋之外，还有家昌的好朋友，另外一个在通化街的春春沙茶炉。 我去年就跟我介绍过了，嗯，他其实红了一整年。春春沙茶炉在通化街的哪一头？呃，比较靠近安和路这边。哦，然后他就叫春春，村子的春，春春。那这一整年来都是一个媒体的宠儿。那他一直营业时间很坚持，就是只做晚餐。那好不容易在我劝说之下，现在开始做宵夜了，就是可以开到不久对，啊，午餐有。 哦，好，但午餐、哦、晚餐，哦、对，现在是比较晚一点还吃得到。通化街应该是以宵夜为人对啊。可是他过去就是因为为了员工的身体着想，嗯啊、现在他决定要拓展时间。嗯嗯、那春春的沙茶酱好吃，然后牛角煎肉，然后还有他很厉害，就是他去年推出的这个花甲蟹锅。 花甲就是海瓜子，嗯、然后再加上现在最肥美的螃蟹，嗯、所以花甲蟹锅是我认为，嗯、呃，绝对可以去那里做一个鸳鸯炉拼盘的一个火锅。哦，好，好，春春跟钟国物是两个新字号的沙茶火锅，嗯嗯、然后回头来要介绍的海鲜火锅呢，当然是要从大安路的传奇橘色开始谈起了。他开了好久了耶。哎，对啊，是干。而且现在橘色有三店了。嗯 一店、二店、三店一直在开。清明党支持者，因为他是橘色，对。然后老板是呃美籍的华人，叫做 Scott。那他除了橘色之外，他还开了按摩店，在仁爱路圆环的那个 Sakura。真的吗？Sakura 是他开的，是。嗯，看起来 Sakura 是老头子开的感觉。对他年纪也不小。然后另外在这个呃大安路旁边有个巷子，有一间现在很有名的早餐店，叫做 M One。 哦，也是他开的哦。然后旁边有一个叫天天富罗，卖日式的甜不辣的，也是他们的连锁。旁边呢？对对对对对，通通在那那个区块。他在那附近就那么的聚地为王，对对对，全部都在仁爱跟忠孝中间的大安路口。啊，那这这一整个系列其实最重要是橘色那个时候，呃，领先台湾。 推出的这样子的一个桌边服务，嗯，当然我认为是一个时代性的一个改变，也就是让大家可以除了 shop sh 自己来之外，可以有比较高贵的享受。那他提供的海鲜的品质都非常的好，因为我之前对于清巡的喜好并没有那么高，嗯，但是我在他的餐厅里面每一次吃到的青巡都是饱满，嗯,嗯，而且是非常的甜美的。哦 所以说，在食材的选择上，他已经做到了一个极致。嗯，火锅在刚刚讲的，在 SOP 的标准上，可以减少很多人力的加工，嗯，但是在食材的挑选上，就是最重要的关键。哦，好哈、嗯，这个是橘色，对<他>橘色。橘色嗯、然后何小卜呢，就是在北拉维塔，是台中的这个无期的这个名店、嗯、去开的。 哦，所以它食材好，它也是调食材，因为它其实就是那个上市的一个海鲜公司，就是上市半斗新天地这个集团啊，在台湾第二代开那个地方卖场地比卖东西重要吧？它的装潢是真的没话说，那它的东西呢，当然新鲜是绝对没话讲，但是我认为它的调味上可能还要再加强一点，因为它的食材是绝对是一流，但是我认为装潢也棒，食材也棒，但是服务也没问题。 但是在口味上可能有持续进步的上个月去吃他的，还行吗？ 肉不错，肉很好，对，但就是我认为调味上还有进步的空间。嗯、对，<好>然后最后一间就是呃，在安和路的蒲善，嗯，也是有点像是橘色跟和尚府这种顶级火锅店的翻版。嗯，它提供了最好的品质的食材，嗯，包括了呃这些火呃包括了这些沙公沙母海鲜，然后还有这种呃很棒的顶级的鱼类。 呃，包括了龙板石、龙胆石斑，那包括了进口的一些虾蟹、蟹、贝都非常的好。同时，它的牛肉等级都是 Prime 等级的。现在在火锅业界，这好像是一个 Basic 最基本的。但是因为蒲扇的一个用餐环境跟整个食材的水准都有。 后起之秀、急起直追的这个态势，嗯嗯、呃，包括了橘色，包括了河虾不包括蒲扇，其实都把台湾的这些火锅相关的饮食水准推到了一个高峰。台湾人是不是喜欢嗯吃一个东西是又有日本味道，又有台湾在地风情，<laughs> 是，然后感觉到又很有创意的感觉，蓬蓬对,对不对？因为呃，而且很好玩的是，其实我每一次带外国朋友或是强国中国的朋友来吃这些餐厅。嗯 他们其实都是大家赞所，而且听到价位都是非常惊讶。嗯哼，怎么这么便宜、啊？嗯，对啊，台湾真的是一个宝岛了。你知道吗？我那个我去吃那个河那一家的时候，是本来我请一个大陆来的一个朋友，<Shop S 2> 是后来他坚持说他要付他请我，因为他们公司可以报账。是，他真的银联卡干嘛？然、啊、后他我就说，哎呀，蛮贵的，因为我本来要请他嘛<是>啊，结果他一看到账单，他说好便宜啊、哦，<laughs> 台币。 出入 <laughs> 对对对，就一千块人民币、嗯，一千块人民币，对，他就觉得很划算。这么漂亮的地方，对，然后用餐环境好，他会觉得很便宜。他连家具都是名牌、啊，对啊，对，所以说这就是这几间店大家都有物超所值的体验。啊、所以说在这样的天气，从具有这种传统、具有这种怀古气息的沙茶锅，创新的第二代，嗯，然后再加上可以提供绝佳品质食材的这几间海鲜火锅。 大家都可以去好好的体验一下，享受这外面冷飕飕、内心暖乎乎的这种感受。好，今天你如果是锅屋，你所介绍的所有的第一名的第一个，你叫人家吃哪一家？还没有开的中国屋。怪呀你是啊。好，第二名。呃，我觉得春春是一定要去体验的。对啊。可是通话街不好停车啊。它旁边就有停车场。哦好。而且而且，我跟各位讲，这些火锅有一个共同特色是，其实老板都非常的亲切。哦好。 再把老板丢到火锅里去吃吗？哈，拜拜，谢谢大家、啊。<laughs> 听优抚专案，送五年五万公里基础保养，五年保固，五年零利率优惠，指定车款免费升级 S Line 外观套件及十八寸铝圈，驾驭热血精彩，正是时候。详情。